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小猪龙太奶。我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《恐怖力幽默故事集一：恐怖的亨利》。他恐怖力好恐怖哦，但他为什么那么恐怖呢？因为他乱丢食物，乱抢别人的东西，乱推又撞又掐，连他泰迪熊萨先生也躲远远的。恐怖力有个弟弟，叫完美彼得。完美彼得正好跟恐怖力相反，他们非常乖巧，非常有礼貌，而且绝不会挖鼻孔。恐怖力的妈妈每天都说，为什么你不能像完美彼得一样那么完美呢？恐怖力假装没听到，不过他也开始思考，如果我变得完美呢，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。第二天早上，恐怖力没有倒水在完美彼得脸上把他浇醒，因为这样恐怖力的爸妈睡过头。亨利和彼得游泳去活动迟到了，亨利不喜欢游泳去活，所以好开心，彼得喜欢游泳去活，所以好伤心。回到家里，恐怖亨利完美彼得盖了城堡以后，恐怖力反没有把他推倒，然后坐在沙发上看书。亨利表现一级棒，都没有被骂。晚餐时，彼得再也忍不住，他抓起盘子瞄准亨利，要再把意大利面砸过去。亨利一闪，啪！意大利面砸到妈妈的脸。彼得，爸爸妈妈气得暴跳。对不对？我喜欢这本书，因为当我看完之后呢，给我一个轻快的感觉。也希望你们也能订阅到《恐怖亨利》，里面有《恐怖亨利秘密基地》、《恐怖亨利大大财》、《恐怖亨利的鬼屋》、《恐怖亨利和恐怖保姆》。而且我最早比我皮的人，那就是《恐怖亨利》。小猪虫，下次见。